事主送院期间，救援人员一直为他进行心肺复苏，可惜最终不治。星期二凌晨五点几，一个50岁的内地男工人被发现昏迷在一艘停靠在屯门内河码头对开的船只船舱入面，身上染血，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救起，送往东区医院。警方正调查紧事件，初步怀疑事主从高处堕下，或者从楼梯跌低，现正了解紧详细的情况。